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69面，469面，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佛无著作加持，亦非定言无有摄者也。如且受用具足品云，所具这摄即尽即严厉，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足证非定无这摄也。这个地方的文字，我们要细心的去看啊。这一段经文是说的极乐世界清净平等。第一段呢是讲啊境界的平等，净平等。佛无前面是讲极乐世界的大环境，它是光明世界，这个世界永远没有昏暗的现象。它也不需要日月，也不需要火光，也没有昼夜，也没有年月日这些，这些在极乐世界通通没有这个现象。前面我们看到黄念老的注解，他讲得很清楚，这个我们这个世界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来的，是因为地球日月，就是太阳系、银河系，它们的不同的运动，让我们产生了错觉。西方世界没有这些现象。星球有，因为佛的光明太大了。特别指出佛的佛顶放光。实际上佛全身放光，不仅仅是佛顶，佛顶是举一个例子，佛的光明遍照法界，你就想它光有多大，遍照法界，日月的光它照的范围也不大，我们晚上看它的星星，天上星星全都是太阳，自己放光的，自己不放光你见不到它，看不到它，都是自己放光的。而很多星星呢，比太阳大千倍万倍都不止，因为它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星光就一点点了，那不能跟佛光比啊，佛光遍照啊。而说我们现在这个眼根有障碍，看不见，这是真的。我们晓得宇宙之间有很多的光，我们眼睛能见的呢，只是当中的一部分，比这个光波长的我们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到。佛的光波没长短，无缘覆盖呀！所以日月那个光明的时候，在极乐世界就像我们看星星的光明一样。这是这个大环境。那么再缩小来讲呢，也没有
住者这两个字要把它连起来读，住是住相，着是着相，住着都是着相的意思。啊，就是那一边的人对于家事啊不着相。啊，这个就对了，不是没有家事。啊，不能说父无住着家事。啊，住着连在一起读。啊，他没有住着家事。啊，所以念老在此地解释的也很好啊，并不是一定说他没有这事啊，他没有宫殿，没有楼台，前面有讲过，有不是没有啊。那为什么此地说是无呢？啊，无住处，没有这两个啊，家这家实是有的啊，就是他不执着啊。所以他在清净，执着呢，他就不能清净了。啊，这一段最重要的是讲清净。啊，那么前面受用具足品里面说得很清楚，极乐世界那一些众生，他们居住的舍者，啊，居住的房屋，净极严厉，严是庄严，厉是华丽。啊，他们居住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华丽，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人间福报最大的是帝王，帝王的宫殿，啊，我们到北京到故宫啊去观光，你能够见到。啊，故宫的辉煌现在没有了，为什么现在没皇帝了？那不是皇帝居住在那里了啊，所以这个保养的时候，那跟原来是大大不相同了啊，现在都是破旧了，许多地方没人修补啊，那这金碧辉煌的现在看不见了。那么它有的在空中，有的在平地啊，是在空中，是在平地，不是人有意思。如果说我愿意在空中，我愿意在地面，那你还有意思啊？你的烦恼还没断尽啊！啊，我们要记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有烦恼的习气，绝对没烦恼。啊，就是分别执着的习气有那么一点点，不严重。啊，实际上呢，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借助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哪有分别之处？啊，阿惟越致菩萨只有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实际上分别执着习气都断了，啊，不可能自己有意思。那么到底在空中是在？是在平地，这是一种习惯啊，是一种习惯啊。这习惯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我们都居住在地面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那个房子一定在地面上的啊。这个四王天、忉利天人念佛往生的也都在地面上。习惯住在地面上，那夜摩天以上呢，他们去往生，他们习惯住在空中，他不住在地上，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宫殿还是在虚空当中，这种习惯啊，自自然然的，绝对没有人去安排，没有人去想象啊，完全是自然现象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这是说明他们有居住的环境，
而且居住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华丽庄严。经言五者啊，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五，我刚才把这个意思也说得很清楚了啊，无是不执着的意思，这不着相啊，不着家世之相啊，啊，极乐会众，会众就是居民啊，极乐世界是个大会呀，是个法会呀，啊，阿弥陀佛与十法界无量无边无尽的诸佛刹土里面有缘众生啊，什么叫有缘众生呢？一切诸佛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没有不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如果大家听了能信，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这叫有缘众生啊。有人啊，师父天天劝啊，哎，学生情执很重，不愿意去啊。我就遇到啊，学天台的法师啊，他请我讲经，讲阿弥陀经啊，结果他怎么他 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啊，他每天念佛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不想到极乐世界去，那、啊、这就这跟佛没有缘了，听是听了不想去啊，那他也不是不信，他就不想去啊。释迦牟尼佛是我的恩师啊，他就愿意永远跟释迦牟尼佛啊，真有这样的人啊，啊，老修行人呐、啊，啊，我们明了，哎，不觉得稀奇了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大众啊，居住在那边的大众，所闻呢，皆是无我之身。这个前面我们在经文上读过啊，听佛说法，听水鸟说法，听流水说法，听风吹树叶说法啊，皆是无常无我苦空之身啊，这讲四谛法了啊，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啊，深入啊苦集灭道啊，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闻即相应，其心清净无诸分别，这十二个字很重要啊。我们听佛说法听了怎么样？不相应，心不清净，还是有分别有执着啊，也就是说没听懂啊。这个佛法听懂了可不容易啊，那懂了你就证果了，你就开悟了啊。没听懂，为什么没听懂呢？这个我们也讨论的很多啊。想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定会记得印光大师的教诲啊。印祖常说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离，十分沉静得十分离，百分沉静得一百分离，千分沉静得一千分离，要万分沉静你就得万分离。那我们现在没有沉静心，所以一分离都没得到。
诚敬是真心，诚敬是自信啊。我们如何培养我们的诚敬心？现在这个社会大难大难，那为什么没人教？不但你没有见到过，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从这些地方，我们自然会想到师尊当年在世教学。佛灭度之后，这些弟子们到四面八方去弘扬佛法了，去教化众生了。啊，有些地方一两百年就没有了。啊，有些地方三四百年、六七百年，啊，都没有了。只有在中国，传到中国来这一支。将近两千年了，什么原因呢？中国人有诚敬心，啊，中国人把诚敬心疏忽了，也就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佛法就没有了啊！古老的中国千万年来，小孩没出生啊，母亲在怀孕期间，母亲就教了，叫胎教啊，啊，叫什么？就是叫诚敬啊，母亲的心真诚，对一切人事物都恭敬，这个诚敬影响胎儿。到小孩出生了，他睁开眼睛会看，他竖起耳朵会听。啊，父母在他面前表演的，就是诚敬。啊，表演是什么呢？《弟子规》是家教的集大成。啊，《弟子规》自始至终1080个字，全都是教诚敬啊，真诚恭敬。就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也，3岁看80，7岁定终身呢，啊，3岁就是说他学了1000天，从出生到3岁1000天，啊，父母做出这个样子给他看，表演给他看，他学会了。80岁都不会改变，对父母恭敬，对长辈恭敬，对兄弟姐妹恭敬，对一切人他都恭敬，乃至于对花草树木，啊，对大自然都有敬畏之心，这样教出来的。你不从小教的时候啊，他4、5岁、6、7岁那教他来不及了，迟了。啊，他接受这个扎根教育的期限呢过了。啊，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中国你看几千年来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啊，跟西方世界一比较不一样啊，西方世界都在动乱了、啊、
中国的社会局面是安定的，一个改朝换代，至少有100年到150年的安定。这是外国人学习中国历史的，都感到很惊讶，都非常佩服。所以我常常说，中国人最懂得教育。他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效果。我们把这传统东西疏忽了，一般讲啊，也不过200年了。200年是慈禧太后疏忽了。他确确实实把沉浸两个字说好了。历代帝王在三宝面前都称弟子啊。只有他称老佛爷。换一句话说，他在佛菩萨之上。这个用在现在讲是大不敬呐！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上行下效啊，底下对佛法这个恭敬心逐渐就衰了。清朝亡国到民国，不但看不到这种恭敬的态度了。连名词都听不到了。现在这时候听不到了，沉浸两个字听不到了，谁说啊？所以社会乱了，地球灾变多了，问题出来了。罪魁祸首是慈禧太后，那不是假的。可是我们要明了，如果不能恢复中国古圣先贤的胎教，这个社会上还会有圣贤君子出来吗？胎教能不能恢复呢？可能，不是不可能。年轻的这些妈妈，谁不爱小孩呀？她爱小孩，当然她不懂怎么教法了。如果国家有这么一个制度，怀孕的时候一定要受教育。告诉你的时候，怎样胎教，怎样教婴孩。这3年当中啊。给你的儿女砸下了深厚的根底，圣贤的根底，你喜不喜欢？一定喜欢嘛！这种教育3个月就可以了。上3个月的课，你就完全懂得了。你自己就会起心动念，纯正。怀孕的10个月没有邪念，没有邪思。言行举止都端庄。他就影响胎儿。古时候人懂啊，乡下人他虽然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懂。他的祖宗代代相传教给他的，他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典籍啊，你看看四库全书。历朝历代，纵然是乱世，都有圣贤君子出现。圣贤君子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
啊，这文即相应，这句话重要啊。那这一相应着，心就清净，就没有分别。啊，即无有我，何有我之假事呢？啊，我有没有？我怎么会没有？当然有啊。有，为什么说无我？无有我呢？不执着了。啊，我还是有这身的，不是没有身的。我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也就是说，我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这就是无我。那起心动念呢，会替别人想，会替社会想，会替国家想，会替全世界人想。啊，不会为自己想。这叫无我。啊，身都不执着了，怎么会执着身所居住的房舍呢？啊，当然不会执着。而不执着，这些房舍从哪来的？我们这边要设计，要施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我们如果像西方极乐世界人一样，真的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就像经上讲的极净华丽呀，不需要设计，不需要施工，啊，自自然然显出来的，叫什么心得？自信心得里头流露出来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要知道极乐世界跟我们没差别，自他不二啊。啊，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的人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那我们居住的环境跟极乐世界当然也就没有两样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怎么可能有差别呢？啊，极乐世界的人如果有分别有执着，那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跟他们一样啊，所以大家想想，还是执着好还是不执着好呢？是分别好还是不分别好呢？啊，你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你就明白了。底下几句就讲得很清楚了。过于所居舍之啊，所舍啊，这个住之无有执着，故云佛无著作假事也。啊，佛因人皆无我。啊，他都不着我相嘛。故一切呢，皆无需标示名号。但我们得有个名啊，你住在哪个地方啊？这个要叫一条路啊，门牌多少号啊？哪一号是你家了？啊，那个一切执着连我都没有了啊，所以一切名号都没有了。这一切名号都没有了，那张三李四能认识吗？会不会搞错啊？不会，决定不会搞错。啊，就如同我们身上这个像器官一样。啊，眼睛不是耳朵，耳朵不是鼻子。啊，一切不执着了，眼睛还是眼睛，眼睛没有变成耳朵，耳朵也没有变成鼻子。啊，绝对不会错。啊，极乐世界的人，身
相貌完全相同，啊，体质相同，相貌完全相同，啊，都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那到那个地方，人那么多，哪个是阿弥陀佛啊？哪个是观音菩萨了？那你能认识吗？都一样的，能，丝毫都不会差别。啊，人的脑比电脑厉害多了。啊，电脑有时候还有差误，啊，到那个时候，你的脑的功能完全开发出来了。啊，这个科学家常讲，我们现在使用大脑，大概只使用大脑的1%-2%。啊，大脑90%几我都没用上。啊，你到极乐世界，这个大脑的功能全部开发了，无量的智慧呀，无量的神通啊，哪里会搞错啊？啊，上这一上显示。居住的环境没有分别，而此妙境呢，正由于力取舍分别之智性也。这话说得好啊，心经则途径呐。啊，那么。特别是修净宗的同学，啊，修什么？自己一定要晓得，就是修清净心呐，不是别的。那我们用什么方法修？现在大多数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啊，持名念佛真的把清净心念出来了吗？如果念了很多年了，清净心还没念出来，那我们就得思考啊，念佛没收到效果，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绝对不是经典的问题。啊，绝对不是祖师大德解释问题，是我们问题在自己。我们把经义，把祖师大德的解释扭曲了，所以没效果。如果正知正见，哪有不得清净心的道理呢？啊，你真能得清净心，你肯定是智慧长，烦恼轻，法喜充满了，你会生欢喜心啊，你才晓得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显著的效果啊。那么这两天，北京胡晓林老师到这来看我啊，他告诉我，他最近4个月念佛。啊，因为过去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很一年的很辛苦。啊，他读印光法师文章，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所教的这个身念法。他认真学习，学习了4个月，效果非常卓著。啊，我让他在我们协会做报告，
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啊！印祖这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没真干呢、那就是用心计数啊，佛号从心生出来，从口念出来，从耳朵听出来，听进去。一定啊，要清清楚楚，心生清楚，口念清楚，耳听清楚，再加上一个计数，从一到十，念的时候了，初学的时候最好念慢，不要念快，快记不住，不要用念珠，用念珠分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一句一句的念，字字清楚，字字都听清楚了，而且心里头记数，我这一句佛号是第几声佛号，从一记到十，但从一到十不容易啊，就你忘记了，忘记从头再来。那么实在是没法子呢，祖师教给我们把它分成两段，从一到五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才从六到十记得清清楚楚，用这个方法，不是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不是这样的，还是十句，前面五句一二三四五，后面五句六七八九十，你要这样记法。十句念完了，再是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这样念，很摄心。因为念佛杂念太多啊，妄念纷飞呀、用这个方法可以摄妄念，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度摄六根。这个方法三个清楚，阿弥陀佛这个字清楚，听得清楚，就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再有困难的你就三三四，用这个方法记，第一段三句一二三，第二段三句四五六，第三段呢四句七八九十，你用这个方法，这叫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说的，你用这个方法试试看。胡小林做报告了，胡居士在旁边听懂了，他这两天在试，告诉我很有效果，确实不一样，欢喜心生出来了。当然最重要的因素，方法是助缘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你放得下了，真放得下了，这才是个真因的，放下那种自在，这种快乐就跟极乐世界人一样嘛，极乐世界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放下了，我们什么都没放下，果真放下了，跟极乐世界人没差别，他极乐，我们也是极乐，重要是放下，放下呢一定得看破，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才会放下，放不下就是把这个都看作是真的，错了，所以现在的科学家确实他们比我们聪明，他了解宇宙万法的真相，
虽然不是纯正，达不到佛菩萨那个境界，但是很接近。啊，特别是最近30年，啊，物理学家的成就，无论是太空物理，或者是量子力学，微观世界，成就都相当可观。啊，这些人发表的论文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这是德国普朗克说的。啊，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一生研究原子，研究粒子，啊，到最后发现量子。啊，他说，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啊，这大家都公认的，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精神现象，一个是自然现象。啊，这为什么说物质现象是假的呢？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因为有念头才有物质现象产生，如果念头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那物质存在，换一句话说，就是你意念没中没断。啊，这跟大乘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望经还原观我们过去修过2次。贤首过失著作的。啊，现在用现在的话论文呢。啊，这篇论文并不长，把宇宙真相说出来了。啊，从一提起而用。啊，一体是自性。啊，今天科学跟哲学没发现自性。啊，他要发现自性，那跟佛法完全相同了。你看，从一体起二用。啊，二用是什么呢？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啊，二用第一个是宇宙，第二个就是自己，就是。正报跟依报就出现了。啊，无论是正报是依报，它都是动的。啊，所以现在科学又讲宇宙是波动现象。啊，成为弦的定律，是波动现象。它不动了，宇宙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是个动向。啊，振动，再微细的振动，它的速度不可思议，没有办法能跟它相比。啊，它这三种现象，第一个，周边法界，无论是物质无论是精神，啊，每一个波动都周边法界。啊，第二个现象，出生无尽。啊，出尽是出生讲变化。啊，第三个含容空有。啊，那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含容空有。啊，这是佛经里面，用现代话说，佛经里面讲的物理学，啊，讲的科学，
啊，这是什么？这是认识、认知，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不会在现象里头，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你都不会起心动念。啊，当然你没有分别之处，入佛的境界了。啊，诸佛境界如是而已。认识清楚了，这就放下了。啊，认识清楚，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看破之后，你才会放下。放下帮助你更深一层的看破。那你又有深一层的放下。啊，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啊，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佛法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但是个头一关，就是要看破身不是我。这头一关，这一关最难。啊，因为你看不破，你执着这个身，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通通从这出来了。你说你冤不冤枉？啊，因为这一个错误观念呢，造成了大错，造成了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变现出六道轮回，轮回是假的。轮回就是什么原因来的，就这个原因。啊，你真正看破放下了，轮回就没有了。啊，不但轮回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啊，我们学大乘学这么多年呢，不但知道，不但十法界没有啊，诸佛十报庄严图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它是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十报图就没有了。啊，只有一个是真的，常寂光图，这真的。常寂光图是什么？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个是真的，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啊，它没有现象。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啊，所以科学跟哲学没办法了解的啊，只有一个方法，佛说的为正方知，你正得了，你就清楚了，你就明了了。怎么正得呢？不起心不动念就正得。啊，那是最高的境界，究竟圆满了，印度人称为大般涅槃。啊，到这个境界，你看此心此境，本无分别了，尽智一如啊，觉诸尘垢，尘垢是烦恼的代名词。啊，所有一切烦恼通通断绝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故云唯受清净最上快乐。啊，这种感受我们无法想象，因为我们一想就落在第六意识，就落在分别之处上。啊，你必须不分别不执着，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乐。啊，所以这个乐我们在佛经上读的，我们根本就不能理解。啊，到底是怎么个乐法？不能理解。
如称赞净土经曰：“唯有无量清净喜乐。”啊，这意思跟这完全相同。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是生真极乐啊，这个生是讲往生的，往生你就真的唯受清净最上喜乐，你这一往生你就真的了。我们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念老的注解说，又问啊，这个右面呢，这个两行多的经文，乃弥陀第二十九啊，四十八愿第二十九愿，主正定具愿。即第十二定成正觉愿之成就，黄念老给我们提示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说了，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经文上讲得很清楚，若有，这若是假设啊，假设有善男子、善女人，你看这基本的条件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是对谁说的呢？对善男子、善女人说的啊。为什么？他们听了之后啊，闻即相应了，心就得清净啊，就得喜乐啊。啊，这个善是有善根、有福德啊，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这善男子、善女人。啊，普通讲法是居住十善业道。啊，这是一般讲法，在此地不是的。在此地讲法，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都具足。啊，为什么他决定往生？啊，若已生，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若当生，啊，当生就是还没去。啊，他决定的是啊，为什么知道他决定去往生呢？他往生的条件够足了啊，所以这是阿弥陀佛这两愿特别加持他，他住正定居，定成正觉啊。这个正定居后面讲了，不是邪定居，不是不定居那正定居是什么呢？心就止于这一句佛号，他就定在阿弥陀佛名号上
我常常举中峰禅师的例子，在三十心念里面，中峰禅师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的心呢，定在阿弥陀佛上了。除阿弥陀佛之外，你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住真定居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说这一句不可思议，真正能体会的人并不多。为什么不能体会？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境界。一个凡夫接受佛陀的教诲，依教修行，决定在这一生成佛，这还得了吗？弥陀二十九第十二这两愿的成就，在极乐世界他兑现了，他不是虚愿的，真成就了。此时为弥陀全部本怀之菩提。菩提是射箭，那个箭靶的红心打中了。这个红心是弥陀全部本怀。怀是什么？他的愿望啊。弥陀的愿望是一切有缘众生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他没有别的愿，就这一愿。四十八愿就这一愿。无量妙行的圣果，愿在前面领导我们，愿必须要行，才能满你的愿。你有愿不行，这个愿是假的，不是真的。无量妙行，我们前面都过。阿弥陀佛在因地用五劫的时间，这时间长啊。一个劫是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这一个大劫，五个大劫。他修什么？就修四十八愿，愿愿都修成功了，愿愿都圆满。所以在今天极乐世界它自然产生的现象，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无论是依报庄严是正报庄严，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自然。为什么有不一样呢？那会住的宫殿有大有小，有在地上，有在空中，我相信样子也不相同。这是每一个人过去生中的习气。他养成这种习惯。以前是有爱好，现在爱好没有了。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断掉了。不是爱好，习惯。喜欢在住山洞修行的，到极乐世界一定是山洞，那宝山，
他在山洞修行，喜欢住茅棚的，极乐世界看到茅棚，哦，可是那茅是七宝，那个草都是珍宝，习惯嘛。有人喜欢住大房子，有人就喜欢住小房子。所以它完全是随你的习惯的事，不是你的想象。你要说他想象着，那你错了，那他是凡夫了，不是想象。自然成就的。智、悲、方便之基础。智慧、悲心呢？悲心是怜悯一切众生，还没觉悟，还在那里造业就有果报所以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用这个方便法来普度众生这个方便是方便到极致了，到基础了圆满到基础，美好到基础效果更是不可思议度生大愿之究竟真的帮助你一生圆满成就，帮助你回归自信的，就是这还得了吗？不回归自信，等于说你都是在外面流浪，你没回老家了。老家在哪里？是这个常寂光土是老家。诸位记住，常寂光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回归到自性圆明体，这就回老家了，这才叫功德圆满。文中有正定、邪定与不定这三句，这三大类也。是句，类句也。此三句之说，通见于《小乘经》《大乘经论》，这佛常讲的。所以学佛的人呢，对这个三句都很熟悉。但内容差异甚大了，这真的不是假的。佛常常用这个名词，看对什么人讲，意思。前身广狭不一样小乘如举邪论为粗苦，即其以上之圣者为正定句，这对小乘说的粗苦以上，那就是从粗苦到阿罗汉粗苦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四果这四果呢都算是正定那对凡夫来讲呢，凡夫是造无间业者，这是邪定其余的呢介于这个正定跟邪定之间的就叫不定不定完全看他的缘分他要亲近善缘他就得正定，他要亲近恶缘呢他就变成邪定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社会缘是什么？缘是社会教育，
啊，我们可以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都是缘。啊，看你接受哪一种教育，你就变成哪一类了。啊，今天呢，教育是被大家普遍所惑了。人心目当中别的东西没有，只想金钱，你说糟糕不糟糕？啊，只想发财，能发得了吗？如果想发财，真能发得了？我给诸位说，佛菩萨都跟你学了，他也想发财啊。那圣贤君子不就全都跟你学了吗？他为什么不跟你学啊？他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东西求不得，八苦里头求不得苦啊，不是你有求就来的，求不得，那到什么命里有的时候自然就有，命里无的时候怎么求都求不到，这个一点都不假。啊，从前念书人都懂这个道理，所以说他不修。孔子懂这个道理，孔子生活相当艰苦啊，不是富有啊。啊，孔子连小康都做不到啊。啊，他过的是一般平民生活。啊，学生当中物质生活最艰难的颜回啊，但是飘逸吃饭连饭碗都没有啊，用竹子编一个篓子当饭碗，喝水连个杯子没有啊，用葫芦瓢喝水，过那样的生活他快乐啊，你见到他，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没有这个忧悲苦恼这种态度出现。啊，为什么？他懂因果，他明白这个当中道理。啊，所以他属于镇定局。啊，他不是邪定。啊，一般人受这种苦难的生活，他就是熬不过去啊，他就想入非非啊。啊，损人利己。啊，如何窃取别人的，啊，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就造罪业了。啊，这是邪定局了，造罪业。你能够得到的，还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造什么样的罪业得不到？你说你冤不冤枉？啊，所以你就晓得因果教育多重要。啊，佛门当中的确是殊胜啊，一般社会大众都知道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求发财应不应？应。命里头没有财，命里没有财求佛，佛叫你发财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命里头没有智慧，佛能帮助你开智慧；命里头没有寿命，佛能帮助你长寿。有求必应。那在佛面前祷告祷告，这个不灵，
这个没用处，你得学经典，经典里面有教你，生财有大道。啊，用什么方法呢？布施，财布施。那个人命中财富很多的，前世生生世世喜欢财布施，他才得这么大的财富啊！啊，不是坑人骗人来的，啊，是欢欢喜喜布施，他才得到的呀！啊。聪明智慧的因是法布施，健康长寿的因是无微布施。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从小家境就很困难，啊，小时候不知道，也没人给我讲。啊，实际上在最近这些年，啊，看到家谱了，这才知道啊。啊，我父亲出事的时候，我们家道就衰了，原来是个大家族，就衰了。啊，家里面的财产家业。都变卖了，啊！我父亲也没有得到钱，啊，钱被有权有势的人被他们拿去了，啊，所以家庭生活非常艰苦，啊，父亲靠打工做日子过日子，我们没有土地，我们没有房屋，啊，一生都是租房子住。啊，到共产党起来了，啊，解放了全国了，我在海外。啊，没有想到我们符合共产党的这个条例，无产阶级啊，受到了特别优待啊，我们没有土地分到土地了，没有房子分到房子了，而且还供养我弟弟去读书啊，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复旦大学啊，毕业之后留在学校教书。共产党对我有恩呐，啊！那么我在海外，真的是一贫如洗。我遇到一个好老师。啊，这三个老师都是了不起的人，啊，就是小时候母亲教我们那点沉浸起了作用了，啊，跟老师素昧生平啊，不认识啊，啊，写封信自我介绍，啊，希望的时候老师能准许我们旁听旁听他的课。啊，其他的不敢奢望啊，没有钱念书啊，啊，想听听课。这头个方东美先生，啊，他帮我带进佛门，哦，让我了解佛法里头有大学问，不是迷信。啊，我才恍然大悟。啊，以后亲近张家老师，啊，这是个
有道行的高人呢。我26岁认识他，他老人家65岁，叫祖父辈的啊，大概他看到我贫贱的命，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贫贱之极就是乞丐的命啊。啊，这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没有修无畏布施。啊，换一句话说，不但是贫贱，而且寿命很短。所以老师教我，啊，他也没有明说，以后我完全懂得了。啊，教我修布施。啊，我跟他老人家说，我说我没有钱呢，啊，每个月拿的工资很微薄，仅够自己生活，哪有钱就布施呢？啊，老师就问我，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可以了，一块钱还勉强，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养成一个布施的习惯，养成一个念念有布施的心，教我这么做法。啊，我很听话，依教奉行。啊，果然3年之后啊，哎，这命运就转了。啊，越转越好啊。日食越多啊，啊，法布施，这是李老师教给我的，啊，要我发心，出来讲经教学，讲经教学属于法布施，啊，以后我懂得了，啊，我在医院里布施医药，这是60年都没间断。啊，这是什么？这是有无畏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啊！啊，受方的供养，我完全学印光大师，啊，通通去布施掉了。一生我没有盖道场。啊，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全心全力修法布施，啊，印诵经论善书，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在香港讲经，讲楞严经，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没有隧道，没有高速公路，香港到九龙要坐渡轮，啊，当时我看香港最高的一栋大楼50层，啊，它的窗户是圆形的，设计的也很有风格，啊，一般的房屋大概都是10几层。啊，30多年之后不一样了，香港完全变了，啊，在我记忆里的非常深刻，啊，我学佛这个效果都收到了，所以非常感恩老师，啊，一生
物质生活不缺乏，啊，聪明智慧确实年龄不一样，啊，大家听我讲经就明白了，我讲的年龄不相同啊，啊，境界就在提升了，啊，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啊，一个多月就好了。啊，好了，继续讲经。啊，一生没有生过病，没有住过病院。啊，医院没有我的病历。张家大师教的，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我没有求延长寿命，也没有求健康长寿。啊，我只是求烦恼轻，智慧长，只求这个，其他的不求。啊，这说明了，佛师门中求成佛都能做得到。这世间发一点小财，这叫鸡毛蒜皮小事啊，哪有做不到的？太容易了。啊，只要你肯照着佛法去做，肯定收效果。啊，而且的时候顶多3年，命运就转变了。啊，改造命运的佛法。啊，以后我读到了凡四训，原了凡先生。更是一个典型，是个榜样。你看他怎么把命运转过来的？啊，云谷禅师教他的，也是教他这三种布施。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走的。寿命延长21年，啊，他的功名只有秀才，命里头没有举人，没有进士，啊，他断恶修善，改过自新，以后去参加考试，中了举人，中了进士，啊，命里头没有儿子。啊，他求个儿子，啊，真的，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儿子，啊，继承了他的家道、家学、家业，啊，所以命是自己造的，命自己可以改，啊，别人给你改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是要你自己断恶修善，改邪归正，你就会样样都如意啊！啊，不但我们本身的命运可以改，家运可以改，过运可以改，整个世界世运都可以改。大乘佛法里讲得非常清楚啊，啊，小乘这个三句的意思我们懂了，大乘中三句之意富有多种，啊，念老引经论来告诉我们，第一制度论45，第45卷大制度论100卷，一者正定句，必入涅槃，这叫正定句。二者邪定句，必入我道，
这个卧道啊，是指地狱。三者不定。啊，他这个给小乘意思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念佛求生净土是真定居，为什么呢？彼如涅槃。啊，造作为业，毁谤圣贤，这是邪定句，彼如卧道啊。啊，三者不定，那就是从人道到声闻缘觉菩萨都说不定句。啊，比小乘的范围啊广大多了。第二呢，是摄摩诃言论云，尤其三种。一者实性前，命邪定举，不信业果报苦啊。摄摩诃言论，这是大乘，他所讲的大乘别教啊，不是原教啊，跟华严经讲的不一样啊，这是别教菩萨啊，所以实现之前呢是邪定句啊。他不相信啊，业果报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善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是圣，就是地名真定句。不退为谷，别教的三贤位在原教都是实行啊，在实行，实行的名不定居，这何进何退啊，进进退退啊，所以未决定故啊。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跟这是一个境界。二者啊，这第二种实性前并实性明邪定，大觉果名真定，三贤十圣呢名不定。大觉果是佛果，啊，那么实性之前，实性位都叫邪定，这个通通是讲的别教。啊，不是原教啊，大觉是成佛，这才叫正定啊。三贤十圣呢都叫不定，这第二种讲法。三者
实性前明邪定，实圣呢明正定，实性三贤呢明不定，著说不同。啊，这都祖师大德对于佛经上的这个讲到三句，他有不同的解释。啊，小乘以初果及其以上啊为正定，大乘呢或是彼入涅盘，或以三贤以上，或以十地以上，或唯以大觉佛果为正定。啊，这个里头意思前深不一样。啊，有的说的深，有的说的浅。啊，我们看本经至于经经所缘，啊，现在我们这个经里头所说的彼土众生借诸正定句，啊，彼土是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全都是正定句。啊，净言云，净言大师是隋朝啊，法师的德号也叫慧远，跟初祖同名啊，名字完全相同啊，所以在历史上呢称他做小慧远，他是隋朝人啊，我们初祖慧远大师是晋朝时候人，东晋时候，这是隋朝的，叫小慧远。他住的寺院叫净严寺啊，所以尊称他，不称他名，称寺院啊，这是最尊重的称呼。未分不退也，名为正定。莫问大乘小乘众生，生彼国者皆诸正定。这个说法很好啊，你不要去问他大乘小乘还是众生，不要去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正定。为什么呢？他不退转啊，你看四十八愿第二十愿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退转啊，永远不退转，而且是三个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个不容易，太难得了啊，所以借助正定呢。望西同志啊，望西法师解释跟这个相同，并曰：一切善恶凡夫，成佛愿力，生彼国者，出不退故。是名正定。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一切善恶凡夫啊，指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无论是心善行善，或者是心恶行恶，这些凡夫啊，恶人只要能忏悔，只要能改过，只要能真信，都能完成啊，净宗法门太广大了，无逆十恶罪，临终忏悔，一念十念都能完成，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呐，啊，第十八愿呐，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
在卧的人一回头就是善人了。我们中国古谚语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啊，卧人回过头了，真好人呐。啊，只要他真肯回头，啊，他真的改过了，这个人就有资格成佛。啊，所以我们对于卧人不可以轻视啊。说不定他成佛在我前，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我们轻慢他，那就是罪过，那就是过失。啊，应当帮助这些人回头，帮助这些人觉悟，这就对了。又警心云，若生净土，不问凡圣，定向涅槃，定去善行，定生善道，定行六度，定得解脱，故唯有正定居而无余耳。啊，这个不定跟邪定的决定没有。话说的这么肯定啊，不问凡圣啊，凡夫念佛往生净土，他一生决定成佛，只要生净土，没有不成佛的。那当然是真定居啊，是定向涅槃，涅槃就是成佛。定去善行，往生到极乐世界，天天亲近阿弥陀佛啊，每一天听佛讲经，听佛讲经不中断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教学是以文法为第一个法门啊，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没中断啊，我们一定要晓得极乐世界的人身体不是血肉之躯啊，这个血肉的之躯的时候需要五谷杂粮来养它啊，西方极乐世界人的身体是发心身，他居住的大地是发心土，所以他不需要饮食，他不需要睡眠啊，精神饱满啊，文法不间断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它不间断 啊，所以你就想它的进步多快啊，在阿弥陀佛这边专修，在十方诸佛那里参学，广学多闻，一门深入，同时并行啊，在阿弥陀佛这边一门深入，每一天去拜佛，拜访十方佛啊，供养十方佛，修福，听十方诸佛说法，开智慧啊，那是厚德智，广学多闻，他同时并进啊，这是我们梦寐所求的，求不到啊，不可能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的全变成可能了。
这地方我们能不去吗？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非去不可啊。啊，什么我都可以放下了，我就是要到极乐，到极乐世界去啊！啊，去干什么？去成佛去啊！啊，成佛干什么？成佛才能普度众生，自己没有成佛，你怎么能度得了别人？啊，所以定取善行，定生善道。啊，无论他视线在哪一道，他都是善道。啊，定心六度。啊，用什么教化众生？用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一定要从自己做出来，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做出来。啊，大家才会相信。他才会接受啊，定得解脱啊，解脱是得大自在啊，啊，解念去身做动词讲，解开什么烦恼习气，脱什么脱离生死轮回啊，不但六道啊，他脱离了，十法界也脱离了。故唯有真定句，邪定句跟不定句他们都没有。这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皆真定句。啊，慧疏说法跟这个相同。又真解宗善导大师的意思。宗就根据依据善导大师的解释说啊，是摩诃言论，所谓正定句，从佛国至十地三行皆名正定句啊。净土正经句，正定句也然。啊，净土法门里面讲的正定句，跟这个意思相同。或现十地三千等，其体必至灭度，但是一涅槃界之视线差别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很多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藏经里面有神僧传有居士传啊，这些有神通的出家人在家人啊，都是古佛再来菩萨罗汉再来啊。啊，他们到这个世间来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你像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世间实现是表演，不是真的，表演得很逼真啊。在梵网经上他老人家自己说啊，这一次也就三千年前在印度示现啊，以佛的身份示现，他说这是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第八千次了，常来啊，就跟唱戏一样啊，登台表演呢、啊，这第八千次了
久远界他已经成佛了，这边众生有感他就来了，应以佛身得度呢，他就现佛身。啊，我们再看看中国唐朝的慧能大师，跟这很近，他广东行会的。啊，慧能大师的示现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啊，听讲《金刚经》开悟了，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释迦牟尼佛平等的，没有差别。啊，五祖在中国，应以比丘身得度，他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呐、啊，应以什么身？不是自己的意思，众生。众生用哪一种身份或事是众生的意思，他就示现哪一种身。啊，本地高深莫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的迹象。啊，所以菩萨或现十地，或现三现。啊，其体必至灭度，释迦牟尼佛身体一定灭度。啊，慧能大师的身体也灭度了，啊，他还留一个肉身在。啊，释迦牟尼佛留舍利，啊，六祖能大师留的是肉身，但是印涅槃界，啊，通通，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涅槃界的示现差别。啊，涅槃界是明心见性，不生不灭。若一法句，如果就一法句来说，啊，一法句是往生论里头讲的，在十地，十地菩萨、三贤菩萨当相即是啊。啊，即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化身菩萨来实现的，他怎么不是化身呢？他是那肉身，就是化身。我们不知道。啊，他知道啊。啊，这有个比喻。啊，譬如这个人他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他在大学担任教授，哎，他也可以到中学去做个老师，甚至到小学去做个老师，无论他在哪一个学校哪个等级做老师，他的博士学位大学教授身份没改变啊，那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但是他现的相不一样，现的相呢为地位很低啊，实际上他高高在上啊啊，所以这是实现的差别，真解之说，身心精义。说得好啊！啊，甚深经义，他能够把它显示出来，盖为净土之主办皆是大乘。主是阿弥陀佛，办是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从凡圣同居土下品，啊，一直到十宝庄严土。
上上品，全是大乘。啊，故借助于真定句。啊，尤其是第二十愿讲的那么清楚。每一个往生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是真定句啊，阿惟越智是大乘。啊，凡夫能往生也是入这个地位阶位呀。至于视线是第三线，其体比如涅槃，当下即是法身。故于借习住于正定之句这个句下，紧接决定证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接这一句话了。啊，这一句话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谁正的？妙觉菩萨正的。啊，妙觉是佛果。啊，这是究竟的果位呀。换一句话说，这底下总结解得好：往生之人，介入正定之具，决定成佛，即显弥陀大愿，不可思议。啊，这些话。总体来说，就是你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成佛。啊，成什么样的佛呢？跟阿弥陀佛完全同一个等级的佛。啊，绝不是在阿弥陀佛之下。啊，那阿弥陀佛这个级别可高了。释迦牟尼佛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你成佛像阿弥陀佛一样，也就是佛中之王了。这个利益到哪里去找？只有无量寿经里头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句句是真实话了，没有妄语。佛门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闻到佛法不容易闻到大乘，闻到大乘不容易闻到无量寿经，这净宗法门。你要真正遇到这个法门，你一生得度了，不是普通得度，圆满的得度了。啊，你成佛了，就像二十二王子一样。啊，阿舍王子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欢喜，发愿要成佛，要跟释迦，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同学听到之后，也要像阿舍王子一样。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决定成佛，决定跟阿弥陀佛一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